所以我们先看一次啊，哈，等一下你们要做的时候比较难看到，因为在躺的位置。好，所以我先做一次给你们看哦。待会躺下的时候，脚先放直，手指朝天空，手肘推地板，脚板压。好，吸一口气吧，胸口往上拧起来。好，你可以停在这里，让肩胛集中，肚子稍微收紧。把脚慢慢的往上推，你可以把脚叠在一起，然后收紧肚子，肩膀保持打开哦。然后你也可以换边，或是下来，然后再推一次换边，好吗？好，先试试看这个，然后试着把肩膀，这个动作可能会让你脚一提起来，肩膀就又变很紧，所以试试看。假设脚不要提的时候，能不能把肩膀打开，直把胸往上提？好，先把脚打直，放在地板。好，然后脚板压着，手指朝天空，手指打开哦，手指头都要很有力量。好，吸口气，收好肚子之后，把胸口推高，所以你的手肘会推向地板，然后让胸口尽量往上推。好，停在这里感觉一下。所以感觉一下，是不是肩胛可以再集中，把胸口再往上推得更高呢？然后如果你可以够稳定的话，才把脚慢慢的夹好之后提起来。对，很好。提起来之后，如果还可以，觉得上半身都还可以稳定留在那里，你就可以把右脚叠左脚，然后像老鹰似的脚一样把它勾起来。对。收紧肚子哦 好，然后你可以回来休息一下，我们再上去一次换脚，对，或是直接换脚。如果你觉得没问题，就直接换脚。Yes，很好，很好，试试看。如果累的脚有提起来的话，把肚子再收紧，对，然后肩胛骨集中。